不，28日上午9时许哈，有接获民众报称有人受伤案件。那经员警到达现场后，发现一名女子受伤倒地，有立即通报救护车将其送医，并封锁现场进行采证。那伤者在送往云岭基督教医院救治后，仍然不治。那经查，死者与那个嫌犯系熟识的朋友关系，可能因为口角而发生本起事故。那警方在现场依现行犯将涉案的廖姓男子当场逮捕，并查扣水果刀一支。那全案将于侦讯后依杀人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。做人真好啊，伊做人真好啦，拢人人好安尼吼。哎呀，伊对人客都拢，大家嘛拢足好个，都拢客气。啊，听安尼真艰苦吼。听着真艰苦，你知？就跟着妈妈去医院这样。